在一个充满挫折又失败的环境，你感觉四面受敌，没有出路，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，他仍然是那位使无变有，使死人复活的神吗？无论你觉得多么难以想象，神所能成就的还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只要你来信靠他，他今天就能在你生命中带来翻转的神迹。